行人请等待，倒退回来。看到绿灯以为要走，这边有限高，所以说车子也不见得过得去。我们住宿的酒店呢，就在前面这一栋，这两栋，看到哈，希尔顿。我们不是住希尔顿，我们是住隔壁这一栋。截至目前的经济能力啊，是没办法住，所以说住他隔壁的也是酒店，但是有地方住就好了啦。生活紧张，你当面是生活紧张，所以说就住一般的。前面那边就是观音桥，整个一个购物中心，那边很多。这个地方啊，说实在的，非常非常的热闹，车子也很堵，可以看到哈，车子很堵。不过这边的数值呢，有改善很多了。整个大陆现在按喇叭的并不是那么多，但是还是会有，还是会有。给各位看一下车水马龙的街道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黄色法拉利。他们这边的出租车都是黄色的，那在旁边呢，都好像跑车一样，贴上黑色的那种标志。在这边有限牌的一个禁令，就是12345车牌，12345就是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、礼拜四、礼拜五，那67890就是也是12345678的12345跟67890，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限牌上路。这是我来这边长到的知识。